嘿嘿，犹记得2021年底大家还在惊呼内娱完了，没想到新年伊始内娱就相继献上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守护解放西第三季、对手、超越、开端这样的优质电视作品。其中讲述现代间谍的对手和时间循环的开端，在题材上实属国产剧中的新颖之作了。借着这个开局不错的意愿，想跟大家聊聊现今内娱的格局。今天咱们就从备受关注的小花儿们说起吧。2000年后，华语区出现了呈统治地位的四弹双兵，其中四大花旦尤为盛。其实在2000年那会，四大花旦被称作四小花旦。通过10年左右的耕耘，这批花旦功成名就，人手一大把代表作和奖项，成功的升 title 为大花旦。虽然四弹双兵中有俩翻了个大，但这一代大花却产出了一大批华语佳作。其中的章子怡、周迅至今仍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再下一代呢，就是八五花，其代表人物为刘亦菲、杨幂、刘诗诗、赵丽颖等等。但这一批小花呢，却一直没有飞升成功。他们有着不少的电视剧爆款，颜值也过硬，但演技不至封神，奖项不够傍身，迟迟升不上大花的名头。到了大花年纪，顶着小花的称号，属实是有些尴尬。连90后的周冬雨、吕丽都比他们更有大花相。时间不等人，八五花们还没来得及制霸内娱，之后的90花就已经冒头。除了在影坛一骑绝尘的周冬雨，这一代最风生水起的当属迪丽热巴和杨紫了。但总体来说啊，大多数观众认为这一代还不如上一代八五花呢。尤其在去年，影后周冬雨在《千古绝尘》里让人惊掉下巴的演技，迪丽热巴的《长歌行》、杨紫的《女心理师》热度一半由吐槽撑起。其实这三位呢，都是有过演技高光的，而且九零花这一批啊，人数充足。谭松韵、李琦、李一桐、金晨、周雨彤、白鹿、陈瑶，还有一位早早拿下金像影后的春夏。如果他们能碰上优质的剧本和导演，未必不能成事。就目前的走势来看啊，要说九零花垮了，倒不如说九五花啊才是真的垮。这一代小花中，早年声势最佳的关晓彤、张雪迎、李兰迪，后两位啊属实有些哑火。关晓彤呢，活跃是活跃，但常常都是反向活跃，被星爷选中的凌云，青春校园剧起家的沈月，还有接连接到爆款的周也，演技啊都被观众颇为诟病。哗啦哗啦竟是小网剧起家的赵露思，占据鳌头，但他目前呢也陷入了角色重复的陷阱。反倒啊，此前被诟病成天只会艳压热搜的宋祖儿，凭借《乔家的儿女》里四美一角，为自己的演技证明了。还有一位尚不算太出头的任敏，也已经有了很不俗的演技表现，产出了《清平乐》里灰柔这样的代表性角色，我感觉也许大有可为。相继经历了四弹双兵，越来越垮的八五花、九零花、九五花，终于迎来了来势汹汹的零。零零花这批小花成名时间很多比九零花还要早，有几位依托热门的家庭剧在剧中出演孩童辈为大众所熟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张子枫、赵今麦、李庚希，三位都是在小系列或类似作品中刷出观众缘的。其中的子枫妹妹别说是在零零花中了，就算单拎出来跟多代小花同场竞技，那都是拔尖的。说起她的名场面，大家会想起《唐人街探案》里那个诡异的笑，但很多人都忘了张子枫在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里就已经技惊四座了。8岁那年，张子枫就凭这个角色拿下百花奖。张子枫也是目前小花中难得的能扛电影票房的存在。当然了，其中的唐探系列《唐山大地震》，它属于搭便车，实在是不能归功于他。但3.7亿的《快把我哥带走》，8亿的《我的姐姐》，3.3亿的《盛夏未来》，他可是实打实的女主角啊！从张子枫的演技和资源来看，如果他能维持住目前的走势，走上中国女演员的金字塔尖，只是时间问题。第二位我要说的零零花呢，就是赵今麦。在1月份的开端火爆后，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其实8岁那一年，他就出过一款爆剧了，即使你没看过也一定听过，那就是《巴啦啦小魔仙》。随后他在家庭剧《小别离》和《少年派》中化身成国民闺女的形象，所以呢，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呢还是个小朋友。其实在开端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尝试转型，参演《初恋那件小事》和《玲珑》，评价和热度都不算高，而且稚气未脱，在情感戏的部分非常吃亏。但从开端开始，女儿就变老婆了。很多人估计都已经想不起来，赵今麦呢还手握一部票房40亿的超级大片《流浪地球》。我认为今麦妹妹的演技还有上升空间，她胜在气质清新，观众缘佳。开端的火爆一定会为她带来更优质的影视项目，期待期待。第三位李庚希，我个人认为她是内娱少见的能驾驭假小子风格的小花，但她最近却也落入俗套，选择偶像剧里演美人这条路子。在《雪中悍刀行》里，她出演绝世美人江妮，差评连连。不过其实，在1月份啊，她还有一部动。
冬奥题材的超越颇受好评。有一说一啊，演技呢绝对是有的，只不过还不太稳定。除了以上三位，零零花中还有一位出道即 bug 的文琪，他出演的电影《嘉年华》和《雪观音》都是上乘之作，这使得他在奖项上呢也是一骑绝尘，一个金马女主提名，一个金马女配获奖。但他去年接连出演的《生活家》和《致命愿望》都扑了个底朝天，目前看来呢，他的困境很可能是资源跟不上了。不过演技在，江山在，对于文琪妹子，我还是十分看好的。说到资源，这一代小花中其实还有一位被戏称为张艺谋亲生女的刘浩存，那资源实属是一骑绝尘，但目前她的观众缘实在不佳，演技呢也称不上惊艳，更别提此前评上新四小花旦的欧阳娜娜了，那属实是有点贻笑大方了。说实话，我不看好她混影视圈，演技太差，除非打通任督二脉，她的最高上限也就是 Angelababy 了。最后我再说一个一零花，王圣迪，就是《隐秘的角落》里的普普，年仅10岁的她已经能够出演看似纯洁实则心思深沉的复杂角色，演技碾压前几代的很多小花，而且这个小妹妹的资源杠杠的呀，摩天大楼、爱很美味、理想照耀中国、我的姐姐、刺杀小说家，她都有参演啊，真的是来势凶猛。虽然呢我们习惯用年代来区分内娱的花儿们，但观众们都深知好酒不嫌晚，去年迎来爆款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张小斐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说去年，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1月，我们就见证了4次对手里的谭卓，一个已婚已育的中年女子，同时也是以色示人的美艳间谍，这俩乍看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角色描述，哎，谭卓还真就给演活了，何其惊艳。开端里的郭仪、刘丹近期的热度有稳超很多一线小花，今年贺岁档电影目前最高分制作是讲述中年已婚女子和单亲妈妈故事的爱情神话，一月份还出现了一部喜剧短片《大妈的世界》，主人公啊那是实打实的大妈呀，目前评分停留在8.1分，可见观众对这群大妈的喜爱，百花齐放才是春。今天咱们就 dream 一个有生之年能看到演技剧本卷翻天，观众个个爽炸了的内娱影视圈吧。网络一线牵，相逢即是缘，给个三连支持一下。